绝对誓不罢休，系嘛 ？Even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香港雨伞运动迈入第26天，今天有一群自称为香港蜘蛛仔的攀山爱好者，中午在象征着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顶挂起了一幅写上我要真普选的巨型横幅，声援雨伞运动也震撼了整个香港。我现在位于黄大仙地铁站前的广场，在我身后的狮子山正挂着一幅我要真普选的横幅。横幅由大约10名自称是香港蜘蛛仔的攀山爱好者在中午12点左右悬挂，他们在网络发表声明，表示要重新演绎狮子山精神，除了拼搏精神，也希望争取民主，要求中共政府重新回应港人真普选的诉求。有关照片在网络疯传，现场目击市民纷纷用相机拍下画面，有市民表示非常感动，也支持他们的勇敢行为。好啊，香港精神啊嘛，我是很支持咯。因為我是即經過以前獅子山下大家一起啲香港人一起拼搏嗰個年代，咁我覺得香港人係好為咗香港係付出咗好多嘢噶啦。咁大陸收翻之後咧，咁我覺得應該佢要信得過我哋香港人咯，俾我哋真普選。去年12月底，有市民也拍到狮子山眼睛曾2次变红，过程持续30分钟。我觉得是天意啦。因为上次那狮子爷那眼睛红了嘛，红眼狮子哈，都有出现过，现在就发现这个事，所以这是香港人要加油，很神奇。狮子山位于香港九龙南面，是早期大陆人为了避开中共暴政移民到港而聚居的地方，也都代表着香港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